用热爱穿透人心和边境，让世界看到东方那些年轻人锐不可挡。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了，因为上面有我和361一起定制的这个 logo， 清新俊逸。112也不单是我的生日啊，感谢各位支持我的粉丝朋友，谢谢，感谢大家对我的陪伴。我与东方共争，我让未来新生。毕业季就要到了，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神秘惊喜，轨迹 2.0 专属 icon， 这次它变成了更有纪念意义的手绘形式，希望它能陪你们一起见证未来。